QQ 六六啊，这么顽皮了，怎么就天天的？点一下仔仔的关注，点一下五行五秀还翻身的预约，然后没有，这就是衣服写的，真的就跟你们好专业一样，真的是天天的，就是衣服写的，然后。你们把我教坏了，什么我把你们教坏了。然后第二个舞蹈是需要大家来互动一下，然后我给你们选舞环节，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黑板小白板，第一个是 get low， 第二个是 JDFR， 第三个是一个俄罗斯的一首歌，你们应该听过第三个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念。然后大家准备扣起一二三，我开始屏幕捕捉。我好好说话，扣一二三就好了。然后我开始屏幕捕捉了，来，三、二，已成定局了，我感觉。一，啊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回忆男神，做你男人。我的妈呀，你好厉害呀！那我就跳这个了。点点关注，送送你的小花花，你的小星星，小星星都点一下。哇，我卡了吗？为什么我感觉我一颗心都没有？哎，我卡了。然后给我们跳第一支，第二支。
谢宝宝们的小花花、小礼物，然后谢谢你们的关注和信息。点一下午休 Happy 天的预约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美女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。然后我们下一个环节选衣服，选一下你们我下一档的衣服。第一个是，一字肩的一个小衣服，露脐装。听不到我说话吗？我声音太小了。Hello，我不是 D，我是 C。第二个也是一个露脐装，是一个绿色的露脐装，然后，是个一个长袖的。然后，你们觉得那就是第一个了。哎呀，然后给你们跳一个皇帝不是皇帝的新衣，穿上我的新衣。说错了，小孩子皇帝的新衣，穿上我的新衣，好吧，我的新衣，我的新衣，主播的新衣，点关注了，不要忘记点关注，宝宝们。八个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你，我也花了多少。